我是欧阳靖雯，我三岁，我是小宝。爸好了吗？小宝，小宝来，小宝来，来，哎，这儿来。这画的是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吗？画的一个鹿啊。啊，那你鹿不是吃的呀？鹿旁边种的有苹果园，不是？应该是草莓园。白果园什么都有哦，这看我猜出来了，白果园。你想象吧，里边什么水果都有，对不对？你画的是什么？什么白果园。草莓园，草莓园呀，对，是什么？到底什么？草莓园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宝贝猜对了，刚才他偷偷告诉我。草莓园，草莓园，草莓园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嗯，你这样。哎，小宝刷牙了，真好，刷的真好，是吧？漱一漱口，漱一漱，吐了，别喝啊，吐。哦，哎，吐掉。再吐，吐，吐，吐掉，吐掉，不要紧，吐，吐，吐，哎，对，真乖，洗把脸吧，嗯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洗脸，洗脸，真乖，谢谢阿姨，阿姨给你的哈，真好，你谢谢阿姨了吗？你说谢谢阿姨，我有谢谢阿姨，你有谢谢阿姨呀、啊嗯？哎呦，真好，你看小宝知道爷爷的手破了，就跟阿姨去要创可贴，对吧？你看看，爷爷就给他贴上啊，真好。爷爷把这扎了，刚才你看看，好了。小宝会不会唱星星的歌呀？英语的，英语的，唱英语，再唱一个，唱英语的，来。叮咚叮咚，亮都响，好威风的一啊啊！爸爸是黄鼠海，那只白。那个 diamond in the sky， 好，真好。是白鹭 in the sky， 哈哈哈哈哈。好弯弯的尾翼啊！哇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小太好了。